河南郑州郑东新区白沙镇卫生院的医生和护士周三在医院门口围堵了医院领导的轿车，要求领导支付完工资才能离开。都人都得发起来，哎，都人发起来，对起来，对对起来了，对对起来。不着工资，来了，咱这底下不用说，会议动会议一见即动。据悉，白沙卫生院已经拖欠了全院医护人员8个月工资，另外绩效工资也没有发放。你这会儿你把这说了呀，